大家好，我是陈琳。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啊？我们又回到了差不多两年前的拍摄方式，不过现在的收音呢，比之前画质还有打光也会好很多了，而且你看画面超大的。好，那今天要聊什么呢？先前呢，在星期三的时候啊，我们有一支影片，就是跟大家聊说这个 MQN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哦，简单说呢 ，MQN 它是一个为了可以串流高音质 Hi-Res 音乐而生的一种有损压缩格式。那这个格式呢，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推出了，其实可以算是非常厉害啊。你看2017年、2018年左右的那些评论，在当时的新技术嘛，那个时候你看了，你会发现说，哎，感觉在当时真的是未来啊，因为那个时候网络其实也没那么快嘛，对不对？可是呢，走到现在2023年的今天呢 ，Cobuz 啊、Apple Music、KKBox 他们都直接提供无损的 Hi-Res 串流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网络传输啊，到五年后的今天，其实也不是那么大问题。所以 MQA 他说他破产倒了，这个是商业上的问题，但是这玩意对我们的这个高音质的这个产业到底有没有什么不良影响啊？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呢，我会这样想啊，对于支持 MQA 的这些厂商来说，绝对是有影响，毕竟他们推出了那么多 MQA 的设备嘛。可是呢，对我们这些使用者追求好听的玩家而言呢，我认为 MQA 或许呢会是怎么说呢？我这样讲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是呢，我认为 MQA 倒掉对于我们追求好音质的串流呢是有益无害的。那你说为什么 MQA 这么糟吗？哦，我们姑且不论什么 MQA 是不是有损无损那些文字的问题，我们都不要管它。今天我们就做一个很简单的比较，就是我们实际听看看 MQA 跟 FLAC。Hi-Res 的档案，从 Mora 上面买的这个无损压缩的高音质档案，播放出来到底听起来有什么不一样？而你说陈琳这种东西怎么测试呢？你这不是云试听，你不是说用麦克风去录喇叭是非常愚蠢的事情吗？对，我还是这样想。所以呢，我想了一个新的做法，就是我今天我有 Nagra 7嘛。Nagra 7这是一台非常非常棒的录音机哦。Nagra 7就是 Nagra 录音机的第七代哦。那你说以前什么 Nagra 4、Nagra 5、Nagra 6，那些都是非常非常传奇的录音机，而 Nagra 7就是现在 Nagra 推出最好的录音机哦。那因为我以前买，我有开箱影片，大家可以看哦。来啊，我梦寐以求的声音，真的，我要啊，原来是电池盒松开了。梦寐以求的声音 ，Nagra 7就是它了。我们把它拿出来，封的蛮好的嘛。这怎么那么轻呢？这样不错，这样子出门的时候就不会太重。难怪马修·连恩可以这样带着录音机到处跑。好，我们把它拿出来。你看，果然就是 Nagra 的东西，小小一台，然后很贵，然后贵死你不偿命。那很多人说，那陈，你那 Nagra 7怎么没有评测一下给我们看呢？最近我可以来拍，但实际上呢，它的评测各位也一直都在体验，因为我几乎所有的影片都是用 Nagra 7录音，尤其是搭配Neumann 的 U87 或那个 MTG 的麦克风的时候呢，都是用 Nagra 7，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它声音真的非常棒哦。很多东西我不敢说我在 YouTube 频道上算是最厉害，但是呢，在这个收音上，尤其是人声这一块，我觉得我算是做得非常好，这我有自信的哦。那我后来就想啊，我有这么好录音机，我应该给它挖掘更多的价值啊，不然买它感觉很可惜啊，哦，就只拿来录我讲话而已。所以呢，我用它，然后直接把播放器的声音录起来，好，就像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直接这是 Lumin 的 D2 嘛。那它声音输出，它是平衡输出，输出之后呢，直接在这个 Nagra 7啊，就是像这个样子，直接 Nagra 7的平衡输入。输进去，然后把它录起来。哦，那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用的方法哦，因为呢，我要比较黑胶的时候，我要比较 CD， 比较串流哦，甚至是比较什么 Spotify 跟 YouTube Music 对决这些东西呢，我都可以直接用这个方式把它录起来，然后再放到 YouTube 上来跟大家分享。哦，非常好用，而且听起来也非常明显的差异。那这一台 Nagra 7它是 192K。
的这个录音格式，所以它可以录的频率响应范围到 60K 哦，所以呢，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空间，可以把这个各种各样的讯源啊，哦，播出来的声音都把它录起来。我认为是非常好用的啦。那这一次呢，就是我们的首次尝试。要比较什么呢？就是比较刚刚讲的 Mora 买的 Harris 档案跟 MQA 档案 Tidal 上的。那比较的曲目呢，是这一首 One Last Kiss。为什么要比较 One Last Kiss 呢？因为当我想到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很多很多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的 MQA 档已经播不出来了。你在那个 Tidal 上面点的时候，你会看到 MQA 的字样，可是呢，你点播放之后，它不会给你 MQA， 它会直接给你 FLAC。所以呢，挑了很多很多很多曲目之后呢，最后终于找到可以播的，就是宇多田的音乐都还可以播。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首呢，是这个MQA96KHz 的档案哦。那这一台 Lumin D2 为什么选它？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我手上唯一可以剪 MQA 的机器哦。我其他的什么 Oralic 啊、Acuface 啊那些都不支援 MQA 哦。它要剪 DSD 什么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 MQA 就没办法哦，它不想付那个钱啊。其实我是这样说啦，可是 Oralic 的原厂不是这样哦，付那个钱对我们来说是小钱哦，是因为 MQA 解了也没比较好听，所以我们建议你就不要用 MQA 啊，你真的要用 MQA，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解法来解它哦。Oralic 的原厂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事实上也是存在着不支持，就是并不去支持这个 MQA 的这个趋势的。厂商也是有这样子的哦，反其道而行哦，像 Lin 也是这样子 ，Lin 还发了一篇文章说 MQA 对音响，就是这个音乐产业是有害的哦，大家可以网路上看 Lin 发了这样的文章，我只能说他真的很敢哦，不愧是讯源界的这个元老级厂商哦，居然敢发这样的东西，得罪一狗票人。但是呢，没关系，好，我们今天用的就是 Tidal 上的这个 MQA96KHz 的档案，那它是可以全解的，因为Lumin D2 它就是一台这样的机器哦。那对决的档案呢，就是这个 FLAC， 就是 Mora 上买的哦，也是 96KHz 的这个 Harris 档案啊。这张我还有黑胶，但是黑胶的话以后再来比较，我只能说黑胶就更好听啦。但是呢，今天不管，我们就是先讲这个 Harris 的问题哦。那录完之后，我们当然是要听嘛，所以我们先听看看哦。其实呢，在这一首 One Last Kiss 呢，它前面前奏的时候其实你听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它的音乐比较单一一点。可是呢，到宇多田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这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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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呢，这样唱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先听看看哦，先听 FLAC， 再听 MQA。初めてあなたを見た、あの日動き出した車、止められない喪失。初めてあなたを見た、あの日動き出した車、止められない喪失。好，现在听完了嘛，对不对？你会注意再仔细听一下，如果你刚刚听起来你觉得两个差不多的话，你再重新听一下这两段档案哦，不是直接档案放进来，而是我用 Nagra 7从 Lumin D2 出来再把它录下来的声音，因为 MQA 一定要解码嘛，它一定要全部解开才有那样的声音，所以我们把它全部解开跟 FLAC 比较，那你可以听出来哦， FLAC 的声音呢，它听起来比较厚。哦，你听宇多田的声音，你会觉得他声音那个丹田好像比较有力的那个感觉。但相较之下呢，在这个 MQA 的表现上啊，他的声音呢听起来会好像解析好像比较好，有很多人这样讲。但其实呢，他听起来是比较干、比较扁，他在中频的讯号的这个部分呢是比较少一些的。而且呢，如果你去比较哦，从前奏到宇多田开始唱歌的这一段时间，你把它比较，我们再听一次好了哦，就是我们听一下刚刚听的这个唱歌的下一段哦，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的这一段哦，在鼓声之前，我们再听一下，先听 FLAC， 再听 MQA。初めてあなたを見た、あの日動き出した車、止められない喪失。初めてあなたを見た、あの日動き出した車、止められない喪失。哦，那现在听完之后呢，你刚刚讲的是人声，你现在再加一个
比较就是声音的细节，每一个小声音，每一个小伴奏的细节，把它听清楚哦。啊，如果刚刚听了，你发现没听完，听清楚，你再回头听。那我们再继续啊、哦，你听了之后，你会发现，flak 的细节是比较丰富，尤其是在一些高频、中高频的细节上。虽然 MQA 听起来解析比较好，但其实如果你仔细听，而且你的耳机或音响系统它的这个解析效果是好的话呢？Flak 它的细节是会比较丰富一点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看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频谱哦。这个东西呢，就是把录下来的档案呢放到 Audition 里面。其实呢，你可以看哦，是非常像的。其实这玩意呢，也让我看了好一阵子，就是觉得说，乍看之下好像都是一样的东西啊、哦，我怎么去比较？它有什么不同呢？哦，那去比较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件事情哦，这个呢。这频谱图哦，你要看两个，应该说三个东西。这个横向是时间，也就是说呢，最前面比较小那个地方颜色比较少啊，就是这个地方哦，东西比较少的这个地方，就是音乐刚开始，因为 One Less Kiss 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没什么声音嘛，然后慢慢的宇多田声音出来，然后呢再开始播音乐啊干嘛的，所以呢它后来越来越大声，所以你看到它的讯号的这个。感觉啊，内容比较多哦，所以呢，从那边是音乐的最开始，一直到这边是音乐的结束哦，这样子横向呢是时间。那从低到高哦，这是两段嘛，上面是 flak 的频谱，下面是 MQA 的频谱哦。那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这里有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面有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这个是声音的频率哦。最下面呢，在 Audition 上面是10Hz。哦，它如果再把它放大的话，可以放大到7Hz，也就是说呢，可以看到7Hz的地方有没有声音。那因为这个是 192kHz 的那个取样率的答案，所以它最高的地方是 60kHz， 所以你看上面都没有是黑色的啊、哦，就是因为这个宽度其实是从7Hz 到 60kHz， 所以上面最上面的地方还没有东西是正常的。哦，那现在知道了这个横向跟纵向嘛，那再来说它的颜色哦，你看哦。越是像紫色哦，就是它很像紫色的那个颜色，黑色就是没声音，紫色是小声，然后渐渐的紫色过渡到红色，就是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然后红色再过渡到橘色，再过渡到白色，就是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当你看到它的那个黄都已经要到变白色的时候，就表示那个地方是超级大声的哦，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呢，我们用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每一个频段，在每一个时间点，它的声音的。细节哦，它这个位置的这个频率是大声的还是小声的？那这个时候呢，注意看前面的那一段哦，就是最前面的这个段落哦，跟上面哦，我们把它再放大一点来看哦。其实呢，你会发现哦，在 flak 的地方，它的线条是比较明确的哦，而在右边这个 MQA 的地方呢，线条是比较模糊的。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哦，你在听他的声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就是他声音的每一个细节呢，他的极大声跟极小声是很清晰的。所以呢，如果每一个声音像这样子，你鼓掌一下哦，这个并不是一个声音嘛，它在啪的瞬间有一个很高的啪的声音，可是后面还有一个滚降下来哦，慢慢比如说像是肉垫碰碰肉垫的这种声音哦，它其实是。好几种声音合在一起的，所以呢，在这个频谱上呢，其实你就可以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它越亮的那个地方呢越清晰，而它渐渐的往其他频率去扩散的时候，它的这个线条更清楚的话，那它的声音解析就会更好一些哦。所以呢，右边那个 flak 跟左边这个 MQA 呢。哦，你可以看它声音的线条，它的那些声音的每一个频率的线条呢 ，flak 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清楚的，而 NQA 呢，它会比较晕开，而且它的极大声的那个地方呢，有的地方甚至是直接消失的。哦，所以呢，这个声音的细节啊，还有它的一些声音的特性呢，有的时候看频谱，但你说用频谱就可以。判断这个好听或不好听呢？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代志啦。哦，说真的，你看到那个玩意，那代表什么？根本不代表什么。哦，你还是得听看看哦。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这 One S Kiss 最前面的那个前奏的地方，所以我们听看看哦，这个图呢，一边参考。
好，那现在听了嘛，这个就是最开头，就是你刚刚看到这个频谱的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小声，但是在经过刚刚说明之后，你去比较它声音的细节，还有每一个声音的厚度，其实呢，你就会理解说啊，原来呢，在这个 flake 的声音表现上呢，它的细节还有声音的厚度哦，扎实感还是会比较好一些。哦，那再来，我们讲下一个就是低频哦，在这个地方哦，你看哈、哦，这个声音走到这边的时候，这里不是变成有好几条亮线吗？对不对？这好几条亮线的地方呢，那个就是低频出来了。那 One Last Kiss 呢，它人声的前奏结束之后就开始咚咚咚咚咚咚哦，先听看看。前面呢 ，flake 的这个咚跟后面 MQA 的咚，你会发现哦，这个 flake 的咚听起来呢，它的下潜是比较多的，就是呢，它的低频不只是嘣，它还有嘣下去、嘣下去这样的声音。哦，那这个嘣下去的声音在频谱上会不会显示出来呢？答案是会啊、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右边呢的 flake。跟左边的这个 MQA、哦、就是刚刚的那个蹦的声音、哦、那你说这个声音在展现上，我们听起来好像 flake 的低频是比较多的，而这个 MQA 的低频呢，它比较少，而且它听起来比较糊，它是散开的，并没有那个蹦的那个结像感、哦、那看起来是什么样呢？我们看一下，在这个 flake 的地方呢，它下面的这个低频。哦、你可以看到、哦、它是从极浅的紫色一路到很深的紫色，再极浅的出去、哦、可是呢，在 MQA 的地方，它没有这么明确的层次、哦、它就只有在这个地方一个深深的紫色没了、哦、它的前面跟后面它并没有那么像这里是、哦、这么它的那个渐层是非常明确，你看得出来，而且它的量也是比旁边还要多的这个感觉哦，这个东西呢，我必须说，其实我自己也看了很久。就是呢，我发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啊、哦，一开始在 MacBook Pro 的萤幕上看呢，因为用 Audition 直接看的时候，哎，看得很清楚哦，就是它的颜色差异是很明确的。可是萤幕截图之后呢，就不太明确了。所以呢，应该是它的那个很细微的那个色阶差异啊、哦，在萤幕截图之后呢，被压缩掉了。所以呢。我不断的试哦，刚好试到一个就是这个宽度的时候，看起来是最明显的哦，所以呢，把它截出来给大家看。那其他还有一些小细节，比如说像这里面呢、啊，这声音都有一些洞洞，有没有？这些黑黑点点，可以看到黑黑点点嘛？它很清楚的黑黑点点，在这边的黑黑点点都是糊糊的哦，那没有那么清楚了哦。那还有包括上面的高频的细节的线条，声音的线条哦，还有这边细节声音的线条也是没那么清晰了哦。所以呢，我们再听一次啊、哦，就是这个人声结束、前奏结束到这个音乐开始这个蹦蹦的地方呢，其实我们先听好了。刚刚讲的呢，就是其实光是这个鼓声蹦下去的瞬间啊，你其实就可以听出很明显的差异哦。那这个东西我们其实最后可以用这个响度来看，这个呢也一样是时间，最左边是时间哦，就是这样子一路过来，那边是音乐的开始，这边是音乐的结束哦。然后呢，它这个线条越高，指的越高，就表示它越大声。哦，那你可以看到哦，在这个 flake 的时候啊，它的声音，尤其是像这个比较特别大声的地方的时候，哦，这个地方，这个是左声道，那是右声道，特别大声的那个地方，最高的地方，跟 MQA 最高的那个地方不一样。哦 ，flake 的高度是比这个 MQA 更高的哦。那你说，哎，陈，你是不是录音的时候录的大小声不一样？没有啊，你看前面音乐开头。哦，这边 flake 音乐开头跟 MQA 音乐开头的这边
是一样的，有没有？所以呢，我其实他这个在录音的时候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啊，录出来声音是一样的。可是呢，在一些特别大声的时刻哦，通常可能是鼓声，可能是把声，可能是人声哦，反正在这个音乐有一个忽然间特别大声的时刻呢 ，Flack 所展现出来的响度啊，是比MQA 还要更高的，那这个东西呢会产生什么结果？就是会让这音乐听起来动态比较大，因为呢动态是什么？动态就是极大声跟极小声的落差嘛。哦，那如果说你今天一个声音的极大声跟极小声的落差没有办法做很大的话，它的声音的这个音场拉开跟它的解析呢就会放不开。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听黑胶的时候会觉得黑胶听起来确实声音是很自然没错，可是听起来它的解析没有那么好。哦，就是因为其实黑胶它先天，它虽然说它的频宽很宽，哦，它可以到 50K 甚至 60K， 可是呢它的动态范围很小，它的动态范围只有大概 70dB 左右啊， CD 啊 Hi-Res 随便都是 90dB 起跳，所以呢它在这个声音极小跟极大的这个落差上呢，黑胶没有办法像数位讯源做的那么好，可是呢它可以涵盖的这个整个频宽范围是更大的，所以这个东西呢我就会跟大家再做另外一个比较，因为呢这个用频谱看更明显哦，像比如说邓丽君的黑胶，它的那个讯号是上到快 60K 哦，它的每一个把声锵锵锵锵，每一个锵锵锵都是上到快 60K， 可是呢 CD 就是差不多在 20K 那边就全部都卡掉，因为这就是格式先天的限制哦，所以呢那个之后再比较，但是呢从这个地方哦，其实你可以看到哦，在 Mora 上买的这个讯源还是有它绝对的优势在，只是说，这个 MQA 到底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哦？说，他把它全解的时候，声音就会像母带一样。其实从不管是从图形上来看，还是从刚听的音乐来听，我只能说很明显是不一样的。哦，啊，你会说那这是不是被 Tidal 搞坏了？其实 MQA 本来是很棒的，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个可能哦。网络上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MQA 其实本身是很棒的哦，只是呢 Tidal 它是商业的公司，所以它在这个压缩这档案要给我们大家串流听的过程中，把这档案给搞坏了，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哦。所以呢。Tidal 它的声音没那么好听，我不会怪它，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串流的东西，它的变数太多了。可是呢我们要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今天同样这个音乐档案都是放在自己的 NAS 里面储存，然后并且直接在区网内透过网路传到你的串流播放器播放的时候，你是不是还真的需要去坚持使用 MQA 这样的东西？因为 MQA 并不是免费的嘛，它需要授权费哦，那而且它会绑定特定的设备，比如说你为了 MQA， 那你说我今天不解 MQA 就是垃圾，那就注定了哦，什么 AQVS 啦、MBL 啊这些机器啊，哦，你通通都不能用，你就只能用 Esoteric 啊，或者是那些比较新世代的机器，你就会被这个东西给限制住哦。没有说用 Esoteric 或 AQVS 哪个一定比较好听的问题，但是你就少了一个选择。所以呢我会更建议的是呢，如果说你今天状况允许的话， MQA 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可以就放弃它，在你追寻高音质的这个路上呢， MQA 其实是可以不用去理它的东西，因为超越 MQA 的格式太多了哦，什么 FLAC 啊，哦，比如说这个 Hi-Res 的啊，比如说 DSD 啊哦，像你现在如果在 Mora 上买，我之前有说过嘛，如果你要买卡拉扬的那个录音的话，新推出的 DSD 都会比以前的 CD 还好听，不管是细节或音场或动态，都会比以前的那个 CD 好听很多，哪怕是你最初的德版、西德版、银圈 DGCD 都没有新的 DSD 好听。哦，这我自己测试过，其实之前音响展也有测试过，测试给大家看，用卡拉扬的那个那叫什么安魂曲啊。测试给大家听过嘛，但是没关系，我们之后可以再拍一片。但总而言之呢，就是当你今天音乐是存在本地，你是直接从网络上买了下载回来的这个时候呢，我会建议就不要去管手 MQA、FLAC、DSD 这些一直以来都是公认高音质而且无损压缩的格式，才是你最好的选择。哦，那你说那我要追求更好听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做法的时候呢，那么 CD、SACD 或者是像我用这个 AQVS 的这个 DP 1000哦，直接把这些 FLAC、DSD 烧成一张光碟，放到 CD 播放器里面去播，其实都是更好听的做法。
那当然黑胶也很棒啊。如果我比如说，如果你喜欢加州旅馆的话，黑胶是最好听的。所以下一次我们也再来拿这个加州旅馆跟串流 PK 给大家听。那今天呢 ，MQA 跟这个 Flack 我们就聊到这里。那如果看完之后你还有什么问题或疑问，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提出来哦，我们之后再来聊哦。那你还有什么想要 PK 的东西，也都欢迎直接留言，有机会我们再来做，就是这样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